共分成三个三节啊，第一个就是介绍通信内容，然后呢，我们去看通信外求它的平均值，然后是功率密度，功率密度就是通信外求啊，它的复数表示是，哎，看得见吗？这么小。好，我们看这个 Poynting theory、Poynting theory 导出来是这样的，我们先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定律啊？第一个是什么定律？什么定律？这是法拉第定律嘛？这个呢 Ampere 和 Maxwell可以选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两个定律是必要性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个 E cross H 这个两个量 ，E cross H 这个量做一个 diverge， 那么就变成 H 到这个是向量成等式啊，向量成等式。你们念电气学的时候就用过了。好，我们就把，因为像这个向量等于这两个两项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curl 一用这个带进去，啊 ，curl h 用这一项带进去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画一画，主要是有个点嘛，这个点代表什么东西啊？代表什么？上面加个点代表什么？它的时间偏为时间导分数，对不对？这是 h 的时间导分数，这是 e 的时间导分数，就变成这个，啊，这个展开有两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 h dot h prime，啊，我们把它写成，因为 h 啊，你看这 h 平方。h 平方就等于 h 向量 dot h 向量啊 ，h 向量 dot h 向量，所以这个一微分的话呢，啊，这个微分二约的就变成 h 啊，然后再来个 partial h 和 partial h 的 h dot， 电场也是一样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跟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，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，这个我们就看得出来里头就有隐含了啊。比如说这个括弧里头这个是什么？磁能密度，这个呢是电能密度。然后我们现在就，上这个式子，我们代入这个散度定理，这个是、散度定理，就是 E cross H dot dA 的 closed surface integral 要等于这个向量 divergent 的 volume integral， OK。这 Stock Theory 电磁学一开始就要学这个东西啊 ，Stock Theory 啊，于是我们就把、这个 E cross H 呢，用一个 S 来代，用一个符号 S 来代，啊、就摆在左边，右边呢，我们就把 E cross H 的 divergence 带进去。这整个式子啊，我们就称它叫做 Poynting theorem， 它的积分式。好，那这个量 E cross H 等于 S， 这个 S 呢，我们就称它叫做 Poynting vector。这个 S 啊，各本书表示的
这个方法不一样啊，有的用 S 来表示，有的是用一个花式的这种 PQR 的 P 啊，它是 P 是这样子啊，这个电脑上找不到这种符号啊，我们就采用这样的，这叫做 pointing vector，pointing vector， 因为它的单位，你看这边单位这个，就是词能力度，然后被时间来除，能量被时间除就是功率，就是变成功率密度啊，这个是磁电磁能的密度啊，这个呢，焦耳密度，就是如果导体里头有电磁波进去的话呢，它才会变成焦耳热，它会变成这个热啊，放耗散掉 ，OK 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光一点。来，看看这个，换一个，这个看看，这个封闭面的积分呢，出不来啊。那这个多数看一下就是，这个东西出不来。不过你讲义上都有了，你就记得这是一个全全组啊，全啊。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看。